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三位选手，他分别是我们过去连续三届的冠军选手，都站在台上。So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're going to meet the champions from 2009, 2010 and 2011. 所以第一位我们要先来为各位这个访问到的是我们2009年的冠军，就是我们的婕妤啦，周婕妤你好。好，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对于这次的比赛？我知道每一年比赛大家都要讲说哦是某一年的冠军，所以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？其实今年我比往年来讲比较没有压力，是因为我对自己现在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高，但是我对比赛的结果并没有期望那么高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每一场比赛，如果你有尽全力了，你专注了，你每一场比赛，如果你打下来，那我觉得是对自己就是一个认真负责的，对负责的那种心态去专注于每一场比赛。是，所以这次不管结果怎么样，然后我希望我自己在每一场比赛都能专注，然后用全力以赴去打。是，然后就这样，专注全力以赴。我们可以看到打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选手心态的成长，那在技术层面或者在准备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最近状况是不是很不错呢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。我们整个培训队就八位选手，然后在二月中就开始密集的训练，那也很谢谢教练跟协会的督导，然后相信我们这次应该会有好的成绩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那也预祝你这次有好的成绩。